钱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。阿们，阿们。来，我们首先要先祷告，我们闭上眼睛，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我们要说感恩，因为主耶稣对我们很好。我们今天早晨可以起身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要准备我们的心，我们要很专心赞美敬拜他。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心，我们要进入你的更深认识你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来，我要请兄弟姐妹们大家一起来站起来，我们要赞美我们的耶和华，阿们。因为主的圣名是何等美好，我们一起唱。主的圣名一边说，主的生命何等美好，在我的心坎里，我永远要跟随着耶稣，直到人生的尽头。我们一起来说赞美。就手手往西游归拜，往西游
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要准备我们的心，准备我们所有的人，我们要进入神的面前，进入赞美敬拜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上帝，也是天父阿爸。
谢谢你主耶稣，谢谢你的好，谢谢你爱我们，我们知道你先爱我们，我们一生生活可以见证，认为你的见证者也是你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。谢谢你主耶稣一直以来的照顾，一直以来的包容我们，因为你是我们的道路，只有你可以安慰我们，也只有你可以帮助我们。谢谢你主耶稣，我们要说主啊主啊，我爱你。我们要平静我们的心，我们要听你的话语，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的灯，也是我们的道路。谢谢你主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早安弟兄姊妹，是个非常爱感谢主耶稣，非常爱感恩，因为上帝安息时间，时尚带领时间，时尚本是个平安喜乐，多多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也是个乐祷告。今天主耶稣，我都满心感谢你，你向我都使主，系非常好嘅主，时常教训我都，时常带领我都，时常帮我晓得啲一个真理，常我都使学习一个真理，常我都使向做马计，向创上帝创爱，感谢你主耶稣。来都用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今早先我个分享讲到，一家人无做女嘅农妇，甲无贪心。啊，弟兄姊妹，即个是看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，因为主曾说：“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”人都存心莫贪呢个钱财，人错就该人爱啲，啲足了，因为主爱讲时间都人贪。我答答唔会殴吓你到人，我唔会病吓你到人。有人讲累系安肺，系我讲累唔系肺。但系单爱钱财嘅人，你就唔对，你就唔好。因为单爱钱财嘅人啊，家计思想全部讲到累系最。太讲到累是最重要，结果叫马嘅工作单单背到累，每日佢都想想上班得到多多累，佢唔会啲呢辈伤害到人么？佢唔会啲呢辈失去到人么？佢唔会啲呢？为灭了人失本了，为犯法了，对犯法律了，结不会低格，不会安样想，这个想法是什么？累是本钱，结果他安样
类是变革的主人，这类变革的主人，他变类的农夫，他不晓得类是有寒土，今日世界上是有类是最重要，是有类是半强。弟兄姊妹，虽然你要买马的东西要，要买贵的车要，但是买不到顺顺利利。虽然你要买到好的名床，但是买不到好名好帅。虽然你要买太薄太傻，但是买不到平安，买不到喜乐，买不到安全的心。今早上主耶稣对释迦都人讲，释迦不摸做责任单爱钱财的人，本来做甲变类的农夫。人单爱钱财的人，今日天甲主耶稣唔求，因为今个时间本超累的人，每日日从早先做，佢前累到暗步咋，为到累变磨日磨咋，托神经磨时间。敬拜主是无时间，祷告是假计划，上神堂不准，去到神堂心无取解，但爱钱取解人，结果家中度解人也不清楚，因为他无时间，甲不卡多人。甲西方就是唔同，每道类甲这样子咪无来往，性质偏就唔忙，特色很多人，做责任，上帝提醒世界多人，莫单单爱钱财，是甲爱晓知足。人是不晓知足，每日几次多很踢手，很踢手，几秒次多够了，结果几不晓感恩，及不晓享受，因为几次多很踢手，很踢手，这个时间但潜累，潜累，潜累。一责任是不晓知足，虽然佢很多累，很多步，乜嘅东西佢要，那么佢不晓享受，因为佢冇时间，这个时间潜累到处，结果这个题目是本众人享受，这个有准次。要是本众人去享受，免税落的时候，他是出家不是去捞了，但是他出家自贫痛苦出太累，不要享受，上帝和释迦爱晓知足，做人招马界你爱晓祈祷地主，做人莫按贪心，一扎人系贪心，一个心，一个信心有问题，结果一个信心偏走真理，唔要顺服主耶稣，唔要从
专心爱做耶稣，佢系得到上帝嘅慈爱，得上帝嘅大爱，忘记上帝嘅祝福。一家人系单爱钱财啊，嘅一片变到累嘅农铺，变到累嘅农铺系两不欠，其实一家人系变累嘅农铺，其实佢唔晓得满足，其实佢每日嘅想法。就讲到累，讲到累，讲到累，爱多多累。佢没有控制佢嘅目睭，佢没有控制佢嘅心中，眼就擘开，脚瘫就擘开。其实佢变贪心嘅人，总之咪贪心嘅人系冇得救。贪心嘅人圣经讲。佢像拜庙上人种种，你又识家去看俄罗斯书三章五节到六节。所以要指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引这些事省得愤怒。必临到那被你指责，人都人爱恶事啊！人都人在世界上嘅无善，何从呢个淫乱、污秽、各种嘅侵蚀，就爱害人嘅贪东西嘅，甲拜庙上执着执着啊！第六。因为基督的事情上帝不安，而领导的道人反对的圣人。阿里的讲到贪心的人日常日常拜庙上上帝不安，你都贪心的人反对的人一天无得救主阿叔讲啊！即刻看一下《提摩太书前书》，《提摩太前书》六章十节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贪钱财系万恶嘅根。有人贪钱财，佢系本钱就多，离开真计真理脱开啦，按多就少，把佢私家结事系，你系按从就长住埋，但系你唔系揾钱，你唔系系最体质，系一扎人。本来嘅农铺，但是佢变一扎人吹人啦，吹人一天系本上帝处罚，甲冇得救将之外，即刻去看头先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下半首下半下，上帝讲我唔晓。爱恨你，我就唔会帮恨你。呢个意思，你唔好做累嘅农夫，你爱晓地主，你爱晓离开呢个累嘅农夫，就会上帝讲，你都听。上帝讲，我唔会爱恨你，佢唔会帮恨你。你唔好贪心，背道累，将之为
我本日的笔记，上帝不会离开时间，但上帝不会爱时间。当初上帝创人的时候，上帝思想革人权衡，上帝本人权柄管理造就世界上的东西。当初人跌落垂直的时候，上帝在思想中间的方式来清理这人跌落的人。上帝中间的天使和上帝中主家书来世界上来清人跌落垂直的人，主家书来拯救你到啥？上帝牺牲主耶稣来到世界上，得到的太痛苦。本人打，本人超差，结果本人当在十字架上，单单背到耶的罪格那的罪，使到世界得到和救恩和不会灭亡。上帝的世界你责人类是衰弱，人一天暗笑来上帝的面前，人爱思想加上帝强行，人爱努力来亲上帝，人爱相信上帝，人的身份爱就上帝的旨意的上帝的计划，人爱想起来，因为上帝思想带领世界到啥，看顾世界到啥，思想甲世界统齐，因为上帝安息世界，思想帮助世界，思想祝福世界，无论世界吹哪杯，无论你要限太嘅问题。上帝讲：爱莫爱恨你，爱莫病恨你。时间分再看，一望上，失踪你就心静。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。所罗门嘅财宝及智慧超过天下嘅王。我落时间接埋看《传道书》五章十节。贪爱银子的，不赢得银子之足；贪爱丰富的，也不赢得利益之足。这也是虚空。喺拿撒爱钱财啊，佢唔用满足佢嘅钱财；但爱丰富佢嘅，佢就唔用满足佢嘅收入。结果钱富系空，撒罗摩讲钱富系空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节讲：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一个人是单爱钱财的人，他的心中思想是思想钱财，他是不由地满足。这是讲到心中的问题。一个人是有啲得满足，佢嘅意思咪讲，佢有啲满足，佢唔是去做，佢唔是去做生意，咩咁样嘅意思？满足嘅意思，佢有享受，佢有超出时间来去捞去了，佢有圈嘅木卡本人，佢有佢嘅社火有思想圈，一扎人系。吃到满足，佢一天要感恩，感恩等于上帝系喜欢嘅。啊，出嚟第十六尼加前书五章十八节讲：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乜嘅事情，我要感谢感恩。因为安样啦，在上帝基督耶稣里向人到人所要嘅旨意，
啊，弟兄姊妹，在释迦的生命中是想安闲而度，安多许多问题，结果释迦忘记感恩感谢，因为释迦的思想单单对家的问题。都冇计释迦爱感恩嘛，因为释迦嘅上帝系按忠心嘅上帝，系恩爱嘅上帝。释迦思想，上帝救拔释迦，治路般释迦，每日佢靠向释迦，含释迦爱恩爱，含释迦爱忠心，爱思想释迦。爱喜乐，甲心中嘅快乐，啊，这样子话，建造神，释迦听到上帝嘅反应，含释迦多少唔忘做杂贪心嘅人，甲莫做累嘅农仆，因为贪心嘅人冇得救，唔有感恩，甲你啊单爱钱财嘅人。佢唔要地主，佢唔要圈主，佢家中大人，啊，到佢中人就很多问题。佢这样子咪冇来往，得识就很多这样子咪，啊，这样子咪时间哎呀，学识，啊，听上帝嘅本讲，唔好贪心，佢唔好做累嘅农仆，也时间祷告这样子咪。真系做阿叔，我都满心感谢你。主啊，我都听到一个反应后，我就是改变我都是思想，我都啊改变我都个行情，我都唔做啲杂念累嘅农仆，我都是唔做啲杂念唔有感恩嘅人，我都唔做贪心嘅人做事。见到神一个反应，帮我到地道，我就是一天爱悔改，爱做一个自治行，做一个计划行。感谢你主阿叔，也主阿叔啊！你祝福你到每一人，建造神要听呢个 live streaming， 你上帝在天堂看到佢多少，要按样嘅原来嘅心，要按样忠心嘅心来敬拜你，上帝要祝福佢多少，无论佢多少吹埋杯，祝福佢就家中度太世平安。祝福佢都实错做埋顺顺利利又发展，将来真好。上帝就讲，以前佢都实系平途，上帝就开路嘅都实，上帝都实每集得到一个平安，一个快乐，一个喜乐。系当用祷告奉耶稣嘅名，阿门。啊，就做埋时间，听笑，即系得祝福，上帝祝福时间。人耶和华上帝是本日都善言，伯父日都善言。人耶和华上帝是家的命，光照日都善言，是恩本日都善言。人耶和华上帝的命向日都善言，本日都善言平安，从今下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